连续十二年举办的泰国台商总会长杯曼素垒球国际锦标赛决赛，共有5国16支队伍参与，大家以球会友，达到运动健身和交流目的。希望未来这个活动能够持续下去，能更加扩大，吸引更多的朋友从海外各地来参加，变成是一个国际友谊搭建的桥梁，同时也是我们建立我们健康家庭、身体健康的一个环境。旅泰台商在2005年成立曼素垒球联盟，原本只想透过垒球赛增加交流机会，现在扩大到老少皆宜的乐乐棒球，规模也一年比一年盛大。大会也有准备一个金球，金色的垒球，金的纯金的垒球，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得奖，把这个金球带回去。曼素垒球赛最后由去年冠军台湾桃园北海队蝉联称霸。乐乐棒球则由吞武里台商联谊会夺冠，